我不会要打开这个柜子吧？不会有个人藏在里面？哇哇，为什么是我自己？Hello，觉得今天是一个很梦幻的一天，就像穿越了一样，就好像一下子穿越回了2年前的自己的身上。大家好，我们是。今天有在想，如果所有的一切真的是穿越了，我真的可以再从头来的话，我做的那些选择我还会再做一次吗？所以我也不清楚，今天看到了那么多的兄弟，其实还蛮有感触的，因为有好多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联系了，所以希望看一下明天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真正因为今天第一天见面嘛，可能大家还比较拘束，所以我想看明天大家真正见面了，能够去真正深入聊彼此这2年的生活，能不能有些新的感触吧？因为我就是这么喜欢聊天的人嘛。死路，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可爱且魅力四射，明明却不是风格的挖机挖学员翟潇闻。然后今天是2021年2月26日，重新回到星光岛的第一天。今天回到宿舍以后，看到了大通铺，还是一进来就有那种就是能勾起回忆的一些东西哈。然后还上去看了一下那些班，但是班都被拆了，但是一上去就感觉好像之前那些记忆，这每个角落都是有一些就特定的一些记忆的。然后今天下午还就是穿上了制服去找当时在营里一些好兄弟然后我邀请的是小林跟我们一起完成这次大团综的录制。就很多的记忆，就平常想不到的记忆突然就会浮现在脑海里，然后还是很感动，然后非常的激动，然后明天就期待明天更多的活动吧。晚安。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岛上，脑子里现在就只有4个字：我穿越。走到那个大门口的时候，那个创造营2019那个牌子还在上面挂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穿越回来了，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其实这里像大通铺还有很多地方之前走过的地方都没有变，很多东西都还在，一直放在那里没有人动。然后今天过来就把这些所有的可能床铺啊，然后一些以前的东西都把它还原了一下，差不多吧。Hello， 今天是2月26日，然后呢是第一天上岛，心情非常的复杂，对，因为又开心，然后又难过，对。但是呢，希望今天晚上能在这儿跟兄弟们过得很愉快吧，然后找回19年那个感觉，拜拜。是我第一次录大岛日记，以前在岛上一次没有录过，重回星光岛感觉非常良好，然后见到了很久都没有见到的兄弟，然后尤其是阿月，就是这么久突然又见到这样一张熟悉的面孔，就蛮感触的吧。对，然后挺期待明天的晚会的，因为确实之前原本的班会是要在海边举办，但是后面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改到室内了，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但明天既然能弥补这个小小的遗憾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期待大家明天会有什么精彩的表演，然后应该会跟兄弟们度过非常愉快的一天。对，然后我已经卸妆了，然后现在去洗澡睡觉了，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录这个，那就下次见，拜拜。我觉得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直没回答呢，是因为我觉得我欣赏的人
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易不易难平的吧，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然后大家现在也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也都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很努力，我觉得这就够了。对，没有什么易不易难平的，都很棒。拜拜。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周正南。今天是2月27日12:03，然后这是我们再一次回到大岛，然后还没有蛮多回忆的吧，然后挺感触的，然后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再次回到这里，找到我们最初的初心和热情，然后带着它继续往前走，然后其他的我也只是想跟大家多待一些时间。 Good night。哦，又是这个地方，说些啥好呢？啊，今天又回到了创造营，熟悉的感觉，然后看到了很多之前练习还有住的地方，然后希望能够在这里留下我们美好的回忆。OK。哎呦天，Hello， 我是瑞现实工，然后这是我上岛的第二天，但是在创筑的第一个晚上，然后今天晚上回来呢，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然后今天晚上睡大通铺跟兄弟们在一块儿，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对，我希望自己能够永远记得自己年轻时所干的每一件事情，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一直能够有年轻时的那种热情和能量，对，好，今天就到这里了，晚安。OK， 最近头发又长长，拜拜。就要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没有要说呢。